现在要开始化妆了，露露猪。其实很多发想，同学们的敏感度都不错。我的脚是26公分。早安，大家！今天是早八物理课，所以我起得特别早，现在天都还没有全亮。最近都还蛮忙的，因为每一堂课几乎都有作业，有时候要写一些预报啊，然后要写像今天早上的物理作业，那个物理作业真的写超久，它出了8题，8题听起来超少，可是我每一题都写了至少2小时，因为你要写，然后又要加上理解，真的会写很久。希望之后会写得愈来愈快。趁现在到上课还有一段时间，来跟你们分享我今天要戴的手表。这个手表是 Norgreen 的手表，我也会把我手表的连结放在资讯栏，如果点那个连结购买的话，会有7折的优惠哦。打开来之后，给你们看我选的款式。我是选择 Philosopher 系列，我选的是咖啡色的皮表带，它是真皮哦，超香的。它应该是我第一个真皮的手表，超美的吧！我一直以来都很想要有一个皮的手表。Norgreen 这个品牌是一个丹麦的品牌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。我自己是在收到这只手表之前就已经听过 Norgreen 这个品牌，它融合了斯堪的纳维亚的简约设计和关心环境的愿望，我觉得它的品牌理念非常好。它这个都是可以持续包装的，然后它是零碳运输，它每年都会种植数千棵树木来抵消运送过来的碳排放量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佩服。Norgreen 的手表都是这种简约的设计，这样比较不容易让消费者喜新厌旧，就是可以一直戴，不会退流行，也减少浪费。那如果你对 Norgreen 的手表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点底下资讯栏的连结看看，然后如果有想要购买的话，就可以输入我的折扣码 n7.com 后面加30，就是 n7.com 30，这样子这样就可以获得 30% off 的优惠，然后现在官网还有在做活动，所以这样总共可以抵消 35% off， 就等于65折的优惠。如果有喜欢的话，可以趁现在购买。好，我要去上课了，拜拜。
为什么地震会有这个啊？这不就云吗？对啊，可是就有这种特质。好酷哦！为什么会？好奇都很好，我是好奇宝宝啊。好奇宝宝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回家了。早八的课真的超累的，累在他出很多功课。现在时间才11:45，午餐我刚到学校对面买了铁皮屋的自助餐，铁皮屋自助餐超便宜，满满的高丽菜啊，半碗饭还有肉，这样才40块。Time has been slow, it seems. Cover your face while we blame the 19. Hello， 大家，现在的时间是12:10。为什么我现在在外面还戴着安全帽呢？因为我同学说他肚子饿，现在我们要去吃鱼汤，停在路边等他出门。在很多事情的考量之下，良心的响亮会被很多计算给蒙蔽。其实很多发想，同学们的敏感度都不错。Hello， 大家刚上完课回家了，猜我今天吃什么？我发现这影片都吃一样的东西。我今天要吃我们学校对面的自助餐。月底了，要好好省钱。没有啦，就是觉得自助餐便宜又好吃。我发现自从搬出来住之后，我每次下课都很想要赶快冲回家休息。像刚刚我是上到12点，然后我等下1点还有体育课。一般来说应该要在外面吃完然后直接去上体育课，可是就是很想要回家，很喜欢这种一个人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装超满，我超饿，就是前几天有吃到的肉，今天还有蒸蛋，这样子猜猜看多少钱？才50块，超扯的。去管理室拿了2个包裹，来开箱给你们看。剪刀，2个都是我在虾皮订的东西。加系队之后花超多钱，要买球衣、球裤，然后袜子，还有排球鞋。哦。刚刚好，再来开箱第二个包裹。这个是卡姿兰的化妆品，明天来化好了。现在应该没有时间了，我等下要写作业。期待期待，很漂亮哎，它包装超美的，好有质感。看来有气色多了。我明天才会来认真的化妆，如果想要看我化妆的话，就继续看这支影片吧。
刚写完预报，快疯掉了，我剩半小时可以吃饭，等一下要去上课了。来看一下饭有没有煮成功，紧张的一刻。哇，有成功。换了一件球衣，因为等一下上完课要去打排球，现在在等我同学，他还没到，钟声已经响起喽。早安大家，今天是礼拜五，我等一下来拍一个淘宝开箱的影片，所以我要先来化个妆。现在准备开始化妆，今天用的化妆品都会是卡姿兰的化妆品。为什么我当时会想要买他们家的产品？最一开始是因为有一堂课，我同学就一直跟我介绍这一只猪，这只猪叫做鲁鲁猪，然后他就整节课一直洗脑我说鲁鲁猪很可爱，鲁鲁猪很可爱，然后我就觉得好，真的蛮可爱的，就看了一下，然后就看到他最近跟卡姿兰联名，然后卡姿兰这个品牌我之前在滑小红书的时候就很常看到，就想说好，我一定要趁这次机会买一些卡姿兰的产品。一开始只是想要买这些跟鲁鲁猪联名的化妆品，然后后来就滑一滑就买了有点多东西，因为我也没有粉底液，然后也没有一些什么美妆蛋啊，什么遮瑕都没有，就想说趁这一次可以好好的买一次化妆品，让自己化完整的一次妆看看。那现在我就先用这个小奶猫的粉底液，这个色号是02，然后我还买了一个美妆蛋，是小猫爪美妆蛋，长得超像猫饲料的，非常有弹性。我买的这一瓶粉底液是滋润版的，它也有出控油版的，因为我的肤质是干肌，然后又即将进入秋天，它的光泽我很喜欢，有一种那种奶油肌的感觉，我觉得它的妆感很清透。粉底液涂完之后，我要来用遮瑕，这一支遮瑕叫做精准遮瑕双头美颜笔，一边是液体状的，另一边是像口红那一种。上完遮瑕之后，就用重头戏鲁鲁猪的眼影盘，这一盘是01粉红泡泡，超可爱耶，它细节做得很好耶，上面还有猪猪的图案。我先用中间上面这个打底，好舍不得把这个猪猪抹平，再来用左下这一个，再来用卡姿兰的另一盘眼影盘，它是零食派对酒色眼影盘，01脆脆饼色号，它的色号是这种大地色系的。我来用它的深色的加深眼尾处，它粉质真的很细，然后显色度蛮高的。再来用中间这一格，它的粉不会乱飞，不会让满脸都是粉。然后再用这里比较深色的地方当做眼线，接下来就用卡姿兰的水雾蜜粉定妆，这个色号是02浅肤色，这我昨天就用过，我觉得它超厉害的，它是蜜粉，但它是那种
水水的那种感觉。哎，我刷剧了，它有附一个蜜粉刷。刷上去感觉有点像是毛是湿的来碰你的脸的感觉，就是它是有保湿的感觉，不会干干的。觉得蜜粉真的有让妆容更高级的魔力，它有保留一些光泽，然后整体看起来比较有质感一些。再来也是重头戏，就是唇釉。刚刚讲话的时候一直觉得嘴巴会不会太苍白，吓到别人。嘴巴现在这个色号是 G05， 是近光唇釉，露露珠跟卡姿兰联名的唇釉，总共有五个色号，有三款是哑光版的，我现在用的是近光版的，有两款是近光版的。我昨天有用哑光版的唇釉，超级无敌好用，有点丝绒的那种质地，就是它延展性很好。卡姿兰的唇釉真的是必须买，而且现在有露露珠的联名，真的超可爱的，不用去买露露珠的盲盒了，直接买一个唇釉，而且说不定还比盲盒便宜，还实用。OK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们。如果对这支影片有什么意见，或者说希望下次拍什么影片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。下次见，拜拜。